据 Sport TV News 独家，演员金敏俊和 G-Dragon 的姐姐、时尚企业家全达美将于10月初结婚。两人在今年6月公开了恋情。据悉，两人生活风格和在艺术方面的见解都非常合拍，正在以结婚为前提进行真挚的交往。金敏俊对于与全达美的恋爱仪式也曾表示，现在正在好好的交往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